道东文教协会联展，欢迎大家来参观，耶！彰化县文化局即日起至6月27日止，在文化局3楼展览室举办彰化县道东文教协会会员作品联展，欢迎喜欢多元艺术创作的民众踊跃莅临参观。我们这次的展出啊，一共有106件啊，分为这个细画，还有水墨画，还有书法，还有雕塑，4大类，展出的这个我们会员呐、都非常的认真呐、所以我们也准备了很多，很充足，所以啊，非常欢迎啊，我们的那个乡亲啊，还有爱好艺术的朋友，莅临参观。彰化县道东文教协会成立于2005年6月，是由一群爱好艺文以及关怀地方文化发展的热心人士所组成的文教团体。会员各擅所长，且透过每年至少一次的会员联展及不定期的艺文讲座或研讨会，来增长本身的专业涵养。这一幅油画是一个道东书院的实景哦，因为我们协会，我们道东协会是用这个道东书院的精神，这等于是我们的精神的这个标志，所以这幅画特别把它展示出来，要表示我们的一个协会的这个精神。本次展出多元艺术创作，书法方面除了有正、草、隶、篆四体的传统书法外，也有跳脱传统框架的现代书艺。绘画方面，不管是与自然意象的对话，或是心灵内在的抒发，还是人文社会的结合，题材丰富，画风之广，是视觉与心灵的享受。欢迎乡亲踊跃前往参观。